钱哦。报上报上报上，我的邪魔をしようというのか。报上报上，啦啦啦！应该是中国玩家吧？日本玩家取这个简体字还没看过哎。哼，这个棋手，嗯，一张一炫我就没了。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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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拜托不要针对我后台，拜托没有雨炫，没有一藤旋风，没有夜间射击，别！啊！好嘎！哦吼！哦吼！为什么人手一张雨炫？为什么？Why？Why？ 为什么？刚刚为什么人手一张雨炫啊？靠！哇！Why？ 人手一张雨炫是什么鬼啦？靠腰！哦，好痛苦哦！Oh my god！ 干三小啊，每人一张雨炫，靠呀！哇，干两张雨炫，去你妈的！嗨，两张飓风！干！真的是你吗？我刚盖白石，结果也是一样的。其实我盖白石也是一样的结果。他刚刚已经是要超亮六星了，你们已经看到了超亮六星，对不对？超亮那个 N 七把我的那个场上怪兽弹起来，我一样是，我怎么做都是死。好像不错哦。哎，到时候来截录一个，哎，输的。就是上网遇到守门员的影片，哎，我真他妈机智啊！又有影片了，各位，我真他妈机智哦！哇操，我这次是先攻的，可是我他妈没后台啊！靠，没后台，没后台的亲眼先攻没后台，等同后攻了，我觉得。那输了，我看输了，这一场输了，输了，漂亮 ，nice， 这挺有效的哎。有也变了，要改搞笑精华。其实我之前就有录啦，搞这种输的精华，我之前就有录了，不是第一次，是之前就有了。嗯，之前就有了。嗯，反制，嗯，漂亮，斯巴达西。那个平衡牌组是能用你的牌组决斗，是不是？那个是一个技能哦，就是怎么讲呢？你起手会有魔法跟陷阱，就这样。你起手会有魔法卡跟陷阱卡，跟怪兽卡，就很平衡。他的卡怎么跟你的一模一样？啊，你说对面这个、哦？他的牌刚上一场的，就是守门员啊。哦，因为他也玩青眼呢、啊，他只是技能用那个技能而已啊，技能不同而已、啊。嗯，能够抽到星影侠精华，哎、欸，有，哎、欸，你懂。啊，这一场我输了就可以解脱了。啊，把我打败吧。嗯、这个骑手是真的没办法，所以我真的要爬完的话，说实在不太喜欢用青眼上，青眼太吃运气了，太吃运气了。虽然胜率是蛮高的，十场里面大概七场六场胜，可是真的是蛮吃运气的。应该说这个时期的、啊，刚好这个时期啊。好，漂亮，打过来吧。输了，掉下去了。你不用打，我直接投了。哦，四连胜了哎！我发现我不能求上网，我现在要心平气和。哎，已经到了心平气和的时间，上不上网随缘。上就上，上就不上，我们就尽心尽力，好不好？就尽心尽力，哎，情绪不要激动，哎，平常心，崩溃要来了，不会，我保证我这一场不会崩溃，剩下。
刚讲完直接给你一个断线。干率八十几，暴率八十八趴，暴击率八十八，好强哦！暴伤，暴伤，暴伤！俺の邪魔をしようというのか。暴伤！俺の戦いは進化する。そしてこの進化の先に王の魂が再び俺と対峙する未来が解き放たれる。我就跟你说。哈哈。哦、你还要继续吗？账号主人他跟我道歉了，这是账号主人的问题。啊，抢灯哦，是不是？嗯，先攻，然后后攻。哦，又是这个转牌仔。啊，又是你。運命はすでに決まった。不要啦，又要开圣杯是不是？又来了。私はモンスターを。女士。哦。欸，等一下，他这展开跟他刚刚是一模一样。不说一模一样的展开，哇！不说一模一样的展开。啊、哦，我对我都待在原神阁，不错。什么怎么都是这种东西啊？审判哦，不要啦，那个永续陷阱。啊，这张哦，这张确实要搞掉，不搞掉很麻烦。啊。哎，这个又要看要不要打的，你们知道吧？又来了、欸，又来这个问题的、欸、各位，回到上一场、喔，死亡回归哦、喔，啊，干，赌了啦，这时候不赌，干，他有枪龙吗？啊有，这时候要新开，这时候要新开了，这时候要新开了。如果是枪龙出来的话，我会不妙、啊。这时候要先开。OK， 好好好，不会被笑破，不会被笑破了。啊 ，OK。运命が笑っているよ。モンスター効果発動。他直接开了。啊！用完了，他用完了，他用完了。你不是看破吗？他连锁。啊！早知道不要赌了，干、啊！怎么这样啊？被连锁，那。哇哇！怎么又来了啦？烦不烦啊？哦，不要了好不好？啊，为什么我这个不是因果切断？如果是盖因切，我基本上是赢了。哦，你觉得他不可能？他一定会有正面呢、啊？怎么可能三反嘛？对呀、啊，这个三反的几率是有多么多么的低啊！哦，行くぞ！俺のドロー！敢天谴哦，天谴好像还有一点点用。还有救了，不许放弃希望。そうですね。モンスター効果発動！天谴的话，カードを伏せ。ターンエンド。さあ、私のターン。様のターンだ。ドロー。
啊，烦呢、欸，干！你操，又来这种鬼屁东西！我操！只是他不一定可以无效我，他不一定。運命に逆らうな。ダイレクトアタック。逃がすな。リバースカード。トラップ発動。舐めるな。モンスター効果発動だよ。不想动了。せいぜいその場しのぎに頑張ったふりを見せるだけ。